金，大家早安，大家好。啊，昨因为咱秘书长有代志吼，啊伊叫我讲爱替伊讲课安尼啦吼，啊无照讲这个时间拢是咱秘书长亲身直接来看大家挨啥子吼，啊那么伊明仔吼，明仔开来，因为有一挂重要的代志在处理吼。那么我要请问各位，昨暝睏有好无？睏有好，举手者。哦，对了。因为像我吼，虽然即马第66届，包括高级班有18届吼，我来遮可能有80摆胖有啊吼。我到今了个过坡也睏袂好势，我嘛真安尼目睭安尼爱睏眠爱睏眠吼。所以恁若睏无好是正常。啊，尤其咱早期上早连电风都无，吼、哦、啊，2010年1月16日第一届开始开班，迄天阮印象足深，迄届拄啊寒流来6度啦，啊，迄阵阮拢爱家己扎睡袋来，迄阵遮无棉被，干有一个滚炭薄薄啊，厝伫迄个眠床房顶悬，哦，我寒到规暝睏袂去，尤其因为我伫屏东。大汉的吼，阮遐足热的，足烧热的。哦，迄6度我真啊，寒到等啊，连骨头也寒着安尼，规暝拢看人咧睏啊。因为我迄阵睏通铺吼，阮迄个会当睏，敢若16个啦。啊，我佫拄啊睏伫上窗仔门边，啊，北风来安尼咻咻过，规暗拢听迄风咻咻过安尼。啊，咱寒佫寒死人，所以拢听人咧寒。啊！恁即届即马来应该有较好，咱后壁有第二栋教室吼。真敢若查甫拢困伫迄边，查甫可能着看功夫啊，看啥物人歌较大声迄个吼，迄个一定困上好个。我一个朋友做建筑师，因即届有呾，因个建筑师工会办旅游，啊，以前个经验就讲，吼、哦，迄若去看会寒个困做位。啊，家己袂寒的拢无困啊，寒的困到变过了对啊。迄个因决定讲好，甲下寒的甲捡几间，吼、哦，啊袂寒啊捡几间安尼啊。结果下寒的迄间吼，好因甲你讲的，好、哦、有够差的，差到一个白间，到尾也拄啊剩一个咧困，冠军的咧困啦。哦，都我听讲嘛，足趣味哈。啊、那么我要讲，大家来遮辛苦吼，因为设备无盖好吼、哦。咱等于甲这个农场的主人尤先生，甲借这个场地吼、哦。啊，所以咱所收的费用就是拢交伊，啊，伊爱负责咱的设施吼，负、哦、责请人来煮食吼，煮三顿互咱食吼。所以咱民政府所甲恁收这钱，其实是拢交农场吼、哦，咱本身吼无啥物。咱甲他考啥？秘书长所出的册，这本是咱秘书长来当啊，伊去中国投资去了去学校，去啊宣传咱台湾的民主的理念啊，法治的理念。伊想讲看会当去啊，吼、哦，设一寡完全学校，吼、哦，为幼稚园到小学到中学，吼、哦，安尼啊，伊考伊。甲因四川遐每一关的学生的第一名，若无钱通去搁读个，伊拢甲捡来伊的学校遐，互伊读免钱，搁互伊食。哦，所以伊尾下伊的高中毕业去考到北大、考到清大吼，全中国迄个升学比例第一名。啊，所以中国就咧注意啊。啊，咱比如正常，若经过伊训练。吼、哦，而且少年的起来，后日啊，一定有一挂会做甲中国的，像胡锦涛、江泽民这类的，吼安尼，伊来去做领导人，吼、哦、做总书记，吼、哦、啊，结果拢伊的学生，吼安尼，伊可能会将来影响中国的政策的走向。但无想讲，伊办了伤好，伤趁钱，啊，强下一挂官员就想办法，吼、哦。家己也好吞掉个对吧？哦，啊，咱秘书长又能劲，
咱比如讲想学伊头壳做好诶吼，安尼有办法安尼无证件，安尼沿路为四川成都，吼等于逃亡了对吧？啊伊逃亡，佮吼你若听咧讲足精彩吼，即得啊互伊来讲啦吼。啊那么伊为金门，为厦门请迄个船啊吼偷渡来金门，啊伫海边啊，还袂到的时候，秘书长就向碉堡落来讲：“你好落呀！”因为迄个船长嘛，惊讲伊迄只船驶上我会向扣留去。啊，咱秘书长就赶落吼，啊，结果伊行起来迄个所在吼是雷区啦，啊个暗时啊暗飕飕，啊，所以伊拄到现看的时候，啊，如行船陷在那里的对吧？伊沙难弄的吼，啊，行到鞋仔拢落去啊，啊，迄拢全迄个珊瑚礁，伊规个脚拢挂甲拢全伤，拄开始紧张，毋知人听。结果好佳哉，伊手机还有电，佮有讯号。伊阵卡登来台湾，互因小弟，叫因小弟报案。吼、哦，啊，我叫因小弟看想办法，透过关系来甲救啦。啊，伊本身也敢若卡19报案讲。伊偷渡啦，讲我台湾人啊，我偷渡来伫金门的海边啊。啊，接电话人讲，较有可能啊，你到本岛，咱台湾人啊，敢若有中国人咧偷渡，我毋捌听过有台湾人要偷渡金门的。你若要去金门，咱就机票买咧，就直接坐入去金门啊，吼，摕身份证就是使啊。迄算国内线，嘛免摕护照，吼。叫伊伫啊。都开始也袂联络到因小弟吼，足失望诶！伊伫遐有旧抓，伊讲伊即块伊个性命哪有，佮存留有活落来，伊个后半世人要甲伊个性命拢奉献予咱台湾人吼、哦。啊，所以伊安尼讲，阮边啊出一挂迄个彩色个青安尼咧走吼、哦，有几啊秒钟安尼吼，啊尾啊当然吼。哦有一个高沙的这个建材的款，因用迄个叶树进无意找着咱秘书长，啊，就叫伊讲你卖当迄个所在是雷区，哦，啊，阮派人去甲你救起来，哦，啊，所以迄个原住民哈高沙族的去甲咱秘书长安开华顶，啊，所以咱秘书长对这个高沙族足感恩的，就是安尼哈，啊，所以伊毛讲以后咱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政策。就是要呼吁咱个高沙族原住民的这个身份地位，因为高沙族上代表咱台湾人。哦，啊，咱平埔族因为向满化、向汉化、向中国化了，甲一个台湾人已经无认同讲，伊是单纯的台湾人，伊嘛讲，伊嘛是中国人。哈、哦，啊，所以即卖外国人咧看台湾人。真的是高沙族上有代表性，等于像美国的印第安人，吼、哦。啊，所以咱即个9月初六，伫美国办第二届酒会，就是用咱高沙族原住民穿因的服装，吼、哦，迄、那个代表性足有诶嘛。咱其他的成员拢穿标准的这个。咱的团体服，吼、哦、啊，所以结果因美国人看到咱原住民的服饰，吼、哦，吼、哦，拢足惊艳的对吧？吼，拢用外套、遮水的衫裤啊，遮丰富的装饰，哈、哦。啊，其实你来一看早期日本时代咧统治台湾的时阵，因遐记者所翕落来遐相，你甲看，遐彩色的明信片，哦，以前的穿个服装有够。色彩缤纷，安尼足水诶，哈！啊，所以真可惜，就是讲真侪咱个高沙原住民，去予国民党即68年统治了，真侪人伫山顶歹生活，叫拢落来伫都市，变作离开离乡背景。啊，所以即卖山顶个小朋友，嘛拢看电视，啊，拢隔代教养，所以问题又较侪。啊，变成讲即马高沙族的人，因过去拢日本政府为着要安抚因，吼、哦，都
提供分酒给因吃，给因自我麻醉。国民党政府来嘛，赶快继续安尼做，所以造成高沙原住民的平均寿命比咱平埔族吼白地遮的人减到要十年。啊，所以呢，高沙原住民伫这个中华民国立法院嘛要求讲，因的老人年金要提早十年发放，好，所以因55岁就会当领老人年金。啊，咱一般的平地者，都要满65岁啊。啊，今天我要讲的是讲，咱秘书长回来台湾了，有李登辉有，啊介绍何瑞元这个阿督啊吼，啊叫秘书长讲，啊你都读战争法的，你太无爱甲台湾的主权地位，用你战争法的角度来研究看卖。咱比如你讲，哇，过去的一挂陈良弟啦，哈，啊，黄兆东这些国际法的大师都拢研究过啊，哈，啊，加这个裴明敏，应该无啥其他新的发现吧？李登辉总统讲无，你甲试看嘛。结果咱秘书长真啊研究的结果，哇，发现台湾的地位是这么复杂，哈，这会使讲全世界这个首例的，对吧？好、哦，就像讲我昨暝所讲的遐，起码讲不百分，可能5%。好、哦，啊，所以咱今仔就是讲，咱不是讲来遮受训三工，啊，你就拢会甲台湾的地位拢了解。哦，其实我建议讲，你爱买咱比如像上新的这本《新台湾》，这等于咱台湾的地位的圣经。哦，你差不多80%-90%的。一寡台湾的地位问题，拢会当为一本来滴来了解，吼。那么，这本是第一本出的，这本叫做《台美关系关键报告》。咱台湾跟美国有足密切、有足一关键的关系，吼。台湾的地位爱靠美国、爱靠日本的天皇来决定。啊，所以我建议讲，你一定爱买。你有闲就赶紧甲看，有闲就看，吼、哦。啊，拄开始你看，可能直接看这本会较青涩，因为拢讲法律的。我建议讲，你爱为这本先落去看，吼、哦。啊，咱即卖拄好有咧促销，就讲买《新台湾论》送一本，吼、哦，买一送一啦，吼、哦。啊，这本较浅，啊、哦，这都等于讲差不多高中用书啦，吼、哦。这头一礼拜你就看完啦，好，啊，你若认真看，可能两天就看完啦。啊，这本差不多大专用书，啊，所以你若把台美关系关键报告来看完了，过来看新台湾论，你就会看，感觉看了较轻松、较顺，哈、哦。这个是拍基础的，啊，这本就较深入的研究，哈、哦。啊，台湾的地位，爱靠大家有这个贴心、要爱台湾心，啊，好好啊研究台湾。到底是什么新闻、什么地位？你要搞清楚了，你较袂头壳戆，你较袂向。伫这个电视还是报纸咧报的，咱不是向洗脑的。啊，你哪会这看了？你搁来看报纸，你就看到有啊。因为报纸不是得爱倒边看，吼、哦。吼、哦，伊那中华民国呐，堪人建交拢讲哦，我们中华民国要与某某国建交，好个拢用中华民国。啊，那断交的。我们台湾与某某国断交，哦，伊拢用这部，啊，你要注意哦，哈、哦。好的拢用中华民国名，啊，那歹讲的就拢用台湾，哈、哦。啊，过来讲，伫咱初级班上完，咱即马就讲每一礼拜拢有连续两期的初级班，啊，第三礼拜就是高级班，哈、哦。啊，我建议大家。哦，你若要搁较深入的了解台湾的地位，哦，你高级班爱搁来上。啊，咱若上完高级班，咱有一个结业证书，这个结业证书就等于咱的永久的公务人员的任用书，哈、哦。你也免像即马中华民国，你著爱参加普考、高考，唔免。是真，伫美国要求讲，咱要加要求讲，你爱向我发台湾人。
自主的这个政权，吼，咱家己管家己，互咱自治。美国要求讲，你爱家己先把恁台湾人的头壳来底下分做清河员，吼，恁要接收这些人，恁爱来受训。美国要求讲，咱来受训4000人，吼，以上。啊，身份证，恁台湾人也唔知影家己的身份，恁的身份到底是啥也唔知影。啊，拢自认为家己是中国人。安尼，我台湾人，我美国要安怎甲政权还给恁台湾人？吼、哦，因为即卖中国人伫台湾，中国人一直拢是统派。美国敢若予咱的条件讲，定于三个条件：第一，训练4000接收人员；第二个，爱有41万分的台湾民政府所发合法的这个台湾政府身份证；第三，要保持甲台湾、甲澎湖这块土地，袂使走向共产主义。啊，即马马英九所咧做诶，就是一直咧出卖台湾，要互阿强啊嘛。所以，你若台湾人拢家己自称讲是中国人，啊，台湾以后真正要阿强啊吞你。哦，依照继承论，即马目前，你看大清迄个中华民国消灭，吼、哦。中华民国就继承大清的领土，同款中华民国迄个阿强啊，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7日消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嘛继承中华民国的领土，只是跟他剩金门、马祖这两地阿未甲继承起来。但是毛泽东的谋略就是讲，既然金门、马祖拍不落来，阿无就甲留在遐，当作两只手。甲台湾朋友嘛，丢掉了，因为台澎金马，哦，即马拢一直咧讲台澎金马。咱 WTO 会当加入 WTO， 嘛是用台澎金马诶独立关税领域的名义加入的。这是美国，甲咱斗三江，他有法度加入这个国际组织，哦 WTO。啊，伫这个情况下，咱事事行行拢爱靠美国咧，甲咱下指导棋，啊，这是无可奈何的，因为咱许美国打败，和咱许占领，啊，占领军有最高的权力，哦，叫做高权，啊，最高权力，哦，依美国军政府的命令，哦，咱一定爱遵守，哦，你若无遵守，哦，你有可能就是要判军法，哈，哦，最高权力就是讲。只是行政命令，你嘛是爱遵守。虽然乎你家己自治，但是咱台湾人一直满意说立法，嘛爱美国军政府有同意，就是讲无损害到伊美国的利益，伊较要你实施。哦，啊，你通过法律伫台湾实施，啊，发现讲有损害到美国的利益，美国嘛会将甲你这条甲你删除掉，哈，哦。所以。咱台湾人目前也毋免计较，因为美国伫全世界咧修建、共占领所在，一定拢会成立军政府，吼，啊，下骹爱成立民政府。2003年，美国含英国这个英美联军去拍这个伊拉克，甲伊拉克占领，结果因为因当初对这个成立伊拉克的台湾民政伊拉克的民政府的是伊拉克无像咱安尼训练，所以伊一个甲政权交予民政府，伊拉克的民政府准乱起来，哦，即到今年本身内嘛就要咧内乱，所以伊有这个教训，所以要求那以后要甲政权交予咱台湾民政府，伊要求咱头拄讲的爱训练4000人，吼，哦，啊，这就是这个原因，哦，啊，所以希望大家做伙拍拼，吼，哦，啊，你等下了。甲你的亲戚朋友、后生、哦，祖囝拢在讲，请因来遮受训，吼，哦，因若对台湾有贴心，吼，哦，爱安尼来，大家做来拍拼，吼，哦。那么，啊，今仔日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讲到遮，哈，哦，好 ，OK， 多谢各位，谢谢。各位校员下课休困10分钟。